宫廷剧悬疑主题的戏您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中间选八个人，我觉得市场认可的也是我们认可的，就好像啊，高海宁、大冲、若涵、锦昭、王昌，就不用讨论的。嗯。跟着我再提一个栋梁，我觉得栋梁，他的形象可以有很大的变化，是吧？可以啊，栋梁可以啊，我是同意你们讲。好，栋梁一个了。好，其他就开始比较难搞了。既要好，有进步，有惊喜。哎，这个赵琴，我觉得他也蛮令我惊喜的。嗯，蛮好的。嗯，他看的比较少，就看过他一次，对吧？对，他新来的嘛。对吧？新来的。就考虑一下。对。黄龄不错，我觉得黄龄挺好的。对。我们用这个排除法，他们三个的话，那肯定还是赵琴和黄龄更好一点呢。对啊，那先排除。金莎也没有他们俩好。王紫薇啊，来了，快先排除吧。何乐乐根本没有表现过啊，不好意思了啊，李明德。啊，最难选呢，我觉得这位呢，张睿确实有一点。老是在让我很头疼，又好又不好，又好又不好。很老实说，张睿，我觉得他拍宫廷戏那种完全没问题。嗯，但是其他就比较平，就没有那么的，没有那么突出。是的，嗯。哎，好吧，来一个郑和卫子呗。郑和卫子跟他。李菲儿他们都是达标，他去拍个电视没问题。是的，但是都看了也没有什么伤害力，有空就看，对不对？那些不精彩，不精彩，不精彩。好，燕雪江啊，今天的表现确实有点问题的嘛。好，这个纪凌尘就哎，拜拜。还更需要磨。你看，就剩下这个也能啊，你看，就是这两个姑娘吧，这个真的是怎么看也是啊。对，还是精彩的。接下来你们即将开启下个任务，生活化演技，平淡的才是最难的。给大家布置个课后作业，明天大家一起去街上观察生活。早安，谢谢。哎，市场。我们今天呢要去医院，就是在外面去观察。就你去观察一个人，实际上你最重要的不是观察他的外貌，而是他外貌之下有什么。这个特别重要，这个对塑造人物来讲是太重要了。这些外部的动作是可以经过训练而达成的，但是内心的那种模拟实际上是需要体验的。他给我分到这个民政局的时候，我第一感觉就是人间的大悲大喜就在这个地方，就除了生死之外，这是最大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我在听呢。我觉得我们先看，先观察一下，因为今天这个课就是观察。为什么要观察生活？因为我们所有的创作都取决于生活。但是有些工作是我们没有机会经历的，所以我们就要去考验，去理解，去模仿。最重要是看人家的细节。嗯。所以我也是特别的感到兴奋，在今天的环境可以看到人生百态，大家好好的珍惜啊。那待会儿呢有三个摊档，你们尽快认那些东西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看一看吧。我们叫大哥大姐啊。大哥大姐好。大哥大姐啊。大姐。哎，你好啊。嗨，55 35 38 45 40 45。我们老顾客来的话是可以优惠点送点小菜。好 ，OK。可以写点小标签贴在这上面，价格、名字，然后怎么来找钱。好，我准。啊，好多菜，好多价格。
人力资源市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不少啊！很多这种嚷嚷的，这其实这不好演，真的啊，难演，不好演啊，就越生活越不好演。对，那为什么？吃饭了吗？今天？今天吃饭了吗？没吃饭。啊，你不认得？不认得。啊，对，我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咋样？这真的认不出啊，这个。我也是第一次去这样的一个机构，然后每个人都是关注在一张张那个工作，而且他们好像每个人不够放松，好像有很大的担子，就是压在他的脖子上的那种感觉。大哥，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大哥，你是？我是搞装架的，装车下车。啊，装车下车啊！大哥，你想应聘什么呀？物流的什么？你是做这一行的吗？装修的吗？我们是做吊顶。吊顶啊。这个是，请问一下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月嫂培训的地方是吧？要月嫂培训是吧？啊，可以啊，你要培训是吧？对，就想问问。我想了解一下，但他有年龄限制吗？我呀，那你这么年轻，可以是吧？年轻是优势吗？那肯定的呀。哦，我还以为月嫂要年纪大一点。没有这个说法的。真的？大学生毕业做月嫂的很多的呀。真的？那还有假的？上海那边很多呀，我们东阳也有啊。行，我再去看看，我要需要我就找您，好吧？我给您发信息。来，易欢，你快来示范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要当月嫂，你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，看看做的溜不溜，顺不顺。哈哈，好紧张啊！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然后大概是这个五十。那作为育儿嫂呢，我觉得帮助雇主找到好的产品也是我的工作，所以比如说这个优萃有机奶粉，然后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，这个很重要，特别添加了小分子蛋白啊，还有18倍的双重益生菌，所以呢营养更好吸收，然后助力宝宝能够健康的成长。我觉得我小时候有这个，我现在就应该1.8米了。最近优萃有机奶粉呢还在搞周年庆活动，搜索这个君乐宝奶粉就可以享会员福利，然后可以发现更多的惊喜。好，你对产品真的很有认识，这对宝宝很重要。谢谢。那你们决定了没？决定要面试哪一份工了没？决定了，我决定我是油漆工。那我的经验就是美术方面有一定功底啊。哦，刚刚想了一下，我是学美术专业的吧，可能我会对审美跟设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跟感觉嘛。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差不多30多岁这样的年纪吧。老一点就好，黑一点。指甲确实，你这样把孩子都伤到了。我40到50岁期间，我之前一直做保洁，做保洁工资低。我觉得从家政往月嫂是想多赚点钱。你这个像，有像是吧？对对。我来自厦门啊，也可能我的口音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嘛。平时在公司也是会当司仪啊、活动主持人啊什么的，然后但是想多赚一些外快。自己是应聘那个婚庆司仪吗？是的，之前的话有主持的经验吗？其实没有，但我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每次公司有什么聚会啊、活动啊，大家都会叫我主持。胖哥我也是行，那你可以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爱你也需要自大的勇气。唱歌我 OK 的，英文歌也可以。我今天来应征，我就希望你们真的可以把我放到你们的那个叫选项里面。反正我在今天你就是我们这个沟通哦，这些也差不多了解，你可以作为一个主持人一个基础的一个入门，作为一个学徒，也不错啊，有人请他。
俺这儿招七公吗？七公招的。哎，俺可以坐下聊会儿。可以坐一下，然后先填个应聘登记表，基本信息填一下。俺逮不逮？啊，谢谢谢谢，不用，没关系。没事，我要跟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没事，先把表填了，啊、然后再。还是丹洞人。啊。还今年40岁。40岁。40岁。看起来不像，你看起来才20-30岁的样子。那怎么可能？真的真的。30岁都不到，看起来。嗯。工作经验。造实习吗？对，造实习。但只有一年。只有一年。只干过一年。那我的之前是开大车的。开大车的是吧？开大车那活儿啊，我为什么不干了呢？就是因为跟下人见的少。那你这边就是想说，先在这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然后把妻子带过来吗？我这如果您能开的工资高点，我给他们借过来不就得了吗？主要是看你这个工作经验真的太少了。要不你再看看吧，好吧。我是觉得说你道具太多了，而且不够渴望要想要这个工作，你就不停的弄吃面包什么的，就是看起来是很好玩的，是很好笑的，可是不，真的不像是，不像是真的去找工作，真的需要这个工作。进去一起吃面包可以，但是坐下来填表啊，就不可能再吃了，在那个情况怎么会吃呢？对不对？你没有把身份呐、压下来，你求职你敢在他面前做这些东西吗？对不对？是。所以一开始整个造型啊，坐下来啊，客气啊，那就 OK。但是我觉得后面的笑容有点多了，笑容有点多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这儿。是面育儿嫂，哎，对对，你在这个行业做了多久了？我其实这个行业我做也就干过2家吧。你之前服务的客户，你这个主要的范围是？我主要是什么呢？照顾孩子、婴儿，然后其次呢，还有其实孕妇我也照顾，因为有临床经验。他就准备的很好，然后资料啊什么的，然后又圆的很好。那你之前照顾婴儿的话，你有没有相关的证书呢？有啊，我有健康证、育婴师证。啊，还有呢？还有身份证。哦，那你就符合我们的要求，因为我们这个三证。那先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。我来应聘汽车模特。我今年22岁，我想去试试汽车模特。我们3件套给你安排上啊。霸王啊，为了帅累。哇，道明寺啊，累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要天天总是打篮球，好吗？哎呦我的妈，这行啊，这行。先基本的资料填一下，好吧，稍微简单一点填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填的，就一个字，填一个字就可以了。就是帅，但是我们要看你的基本资料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现在多大年龄了？我今年22岁。我感觉你跟我差不多大。22岁耶。那想我问一下，应聘模特的话，你之前有没有模特工作的经验？没有，但是因为我帅，帅抵一切耶。那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，展示一下走步，好吧？没问题。我说句老实话，年龄不是很重要，哎，对吧？主要是态度，主要是你的工作的表现和态度。所以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岗位我们再考虑一下，好吗？真的不给我机会了吗？你还是回去再理解一下汽车行业，去了解一下。Hello， 就是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天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你吗？也是。我刚刚写下来了啊，写下来是你刚刚进来那个状态，应该放在里面。你在里面演回你自己，
我应该最开始上来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个谦虚的一个状态。对了，是吧？你一进去就表，你就像在演，不是在求职，你在演这个角色，是带范儿。就错在这儿了。对，我这么帅了，我还不带范儿？小点声。对对对，这么帅都不这么大声说话。对啊，对。学那人栋梁哥，人学帅哥，真正帅哥。对，那倒是，那倒是，那倒是。帅哥都是。第一次感觉大葱有偶像包袱。